主料：鸡肉300克，黑木耳1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鸡精、白砂糖、烧酒、姜片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将黑木耳放水里浸泡5分钟左右后，捞出再沥干水，加入油、鸡精和盐到鸡肉上，然后将鸡肉腌制一会儿，然后用油和姜来起锅，再倒入鸡肉翻炒，将鸡肉炒至金黄色后，再倒入黑木耳与鸡肉一起炒，再盖上锅盖，用中火煮5分钟左右，这样就可以熄火了。看着有木有想吃的冲动呢？烹饪技巧，按照步骤就可以做出这道菜了，味道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来添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